你们来了啊！你们也知道快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我来，赶快赶快找地方坐好坐好啊、哦！我们要开始了，来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唱唱跳跳在一起。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我的好朋友小玉打电话来，请我帮忙一件事情。哇哦，30个蛋糕啊！好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做。不客气啊，再见再见。哇哦，要做30个蛋糕哦，很多，马上动手。嘿咻嘿咻嘿咻嘿嘿，我先到了哦。是两只小兔子在比赛啊。我们在玩兔子大对决。兔子大对决，听起来就很紧张哦。这心比数现在是3-2，我赢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换我赢哦。好啊，那我们回头再比一次。奶奶，你帮我们喊开始好不好？当然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嘿，加油，加油哦。他们呢去比赛，我呢要做蛋糕，你们呢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魔术时间到了！哇，猜猜看，谁是高个子，谁是矮个子？你能猜出来谁飞得最快吗？现在又变成什么了呢？下次再来看魔术哦。好累哦，我也是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琪琪，你看，有新的球哎，好漂亮哦。发现大兔子怪物。我不是怪物啦！怪物讲话太大声！玲玲，你为什么会有新球？我妈咪买东西送的。好好哦。
哥哥，瓦路，我们一起玩太空游戏好不好？啊，可是我们在玩兔子大热血耶。啊，一起玩嘛，拜托拜托。我想想看。哎呦，哇，小玉奶奶要请我做30个蛋糕啊，那我要加油了哦。哇，哥哥好厉害哦。哎呦，看样子他们玩得很开心啊。他们玩游戏，我做蛋糕，那你们呢？去听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机器人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故事机器人来喽！哦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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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个好听的故事。司机妮妮，你可以叫我比克妮妮或是妮妮。妮妮，快过来帮忙！来了。今天是红萝卜日，我们让红萝卜喝了很多的水，也拔了很多的杂草，只有小不点弟弟什么也不会做。那是什么？好玩哦！啊！哦哦！阿妮，救我！危险，快跑！哦哦哦！弟弟不怕，姐姐保护你。我只好紧紧地抱着弟弟，弟弟也紧紧地抱着我。后来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是很会保护弟弟的妮妮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吃饱啦，可以出去玩啦！呀！吃完东西要记得先刷牙哦。对哦，我去刷牙啦。常常忘记刷牙的人最需要魔镜的提醒。很干净，可以出去玩了，耶！有牙啦！你知道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水果冰淇淋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好的人是谁吗？水果奶奶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好看的节目是哪一个？水果冰淇淋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可爱的怪兽在哪里吗？怪兽。怪兽。没有卫
生纸哎，快跑！麦冬，加油！谢谢。不客气。需要卫生纸的时候，请找怪宝机器人。谢谢。不哭哥啦！水果冰淇淋。现在换太空黑兔。预备，开始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你们这是在玩什么？八、九、十。我们在玩太空白兔黑兔大对决。太空白兔黑兔大对决，听起来好酷的名字啊。二一二二二三二四啊哦哦停嘿咻噔噔，太空白兔27下，太空黑兔24下。哦哦，所以是太空白兔获胜。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，谢谢谢谢。啊啊，什么味道啊？啊，好香哦，一定是奶奶在烤蛋糕。是小玉奶奶请我帮她做30个蛋糕。奶奶做的蛋糕一定非常好吃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哟，亮亮来了啊！一看到活泼可爱的亮亮来。我就知道我们要去找美人鱼哦。首新的曲子，这首曲子有一点点难。哦哦，所以亮亮常常会弹错。偷偷告诉你们哦，现在是25遍。我们来帮他加油打气。Hello Hello， 请问最爱弹钢琴的亮亮在吗？对哟。请问最爱弹钢琴又弹得最好听的亮亮在吗？可以哟。请问最会弹钢琴又弹得最好听又不会乱生气的亮亮在吗？可以哟。一定可以成功的！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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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。你们看看，再多练习一次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对了。哦哦，亮亮提醒我，这是今天要介绍的歌。一起听歌吧，听歌。山洞里偷偷打转。
了30个蛋糕耶！哇，好想吃哦！怎么有这么多蛋糕？这是奶奶帮爱心圆圆会做的哟。哦，那我们来画爱心卡片，好不好？诶，画爱心卡片，这个点子不错啊。30个蛋糕，再画30张卡片咯。哇，我们来比赛。哎呦，画卡片也能比赛啊？可以啊。那这个比赛的名字就叫做太空白兔黑兔大对决之画画比赛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。那画卡片就拜托你们四位了。OK。小熊叫我，那你们慢慢画啊，我先去看看小熊喽。小熊，哎呀 ，Hello， 奶奶好。小熊好。奶奶，你有没有会飞的车子啊？会飞的车子，我没有啊。我也没有喂，可是我的好朋友胖胖熊有一辆哦。胖胖熊有很多车子，可是有一辆最特别，我都叫它朋友车。胖胖熊会开着朋友车带我去认识新朋友，有的是住在路边的新朋友，有的是住在山上的新朋友，有的是住在海里的新朋友。最酷的是，有时候还可以在天空认识新朋友哦。哇哦，这辆朋友车真酷啊，上山下海还会飞上天。嘿嘿，对呀，我最喜欢飞到天上去的时候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嘿嘿都不会塞车啊。有道理。奶奶，那我现在要去找胖胖熊咯，拜拜。小熊再见。再见。哇哦，小熊喜欢这个车子能够飞上天，那我呢，我喜欢跟你一起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，报告船长，发现地大兔。啊，把我的宝藏抢过来。哇，放我出来！啊 ，Sorry。哇，小士，快来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哦，接下来三个关卡非常危险，你们要小心哦！赶快来救我！水手，两人一起登上小船，双手转动让小船前进，成功抵达彩虹岛的人，哟呼，过关。听说你们两个是快快小勇士，哦，真的很快呀！你看看，呜呼呼，转得快，速度快，哦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吗？哎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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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速度真的很快，快快小勇士。第二关，彩虹岛历险，两人合作搬动积木，把那道路组合好之后，爬上彩虹山丘，拿到下一关需要的拼图缺片，耶呼，过关。转动小船的速度很快，那放积木呢？加油！哦，快快慢慢来，哟，速度很快哦，哦，真的很快哦，哇！连放积木的速度都这么快，很快的过了第二关，去去去去，还有还有蓝色的，对对，蓝色放好，来上上上去上去，爬上去以后就可以拿到拼图，你们俩的速度真的很快呢。那第三关速度一样快吗？第三关登上海盗船，背好拼图缺片，
攀登神梯上船，穿越独木桥，把拼图拼好就能救我出来，快来救我！啊，绳子不需要这么快了，慢慢来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哇哦，速度真的很快呀、啊！不要急了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慢慢，不要踩空了。哦，好的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哇，你们拼速度哦！好，来继续继续，啪啪啪啪啪。对，小心！哇，笑眯眯的，保持好心情就不会怕了，很厉害哦！哇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怕，速度好快啊！你们两个，快快，小老师，快点拿出拼图，还没有完呢！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哦，我速度真的很快哦！赶快转，赶快转，在那边转没有用，到这边来转。对对对，好，转过来放上去，这边呢？哎，对对对，哦哦，你性子真的很急啊！哦吼吼，完成了！你们真是我见过速度最快的快快小勇士！呀哈哈！谢谢你，小勇士！乌拉拉，我来喽！哈！那你们！呀呀！你呀！你呀！拜拜！呀！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太空白兔队画得非常的专心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画了些什么。请问，哎，请问你们画了些什么呢？我们画了很多爱心。哦，我来看看。哇，真的非常多的爱心哦。让会要拿到卡片的人觉得非常幸福哦。没错，非常幸福的爱心，请继续画了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立刻去看看太空黑兔队 ，Go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正在努力画卡片的太空黑兔队，来，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，太空黑兔队。大家好。好的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在画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画了很多笑脸，希望吃了蛋糕的人都会一直笑，一直笑。嗯，就是会变得很开心的意思哦。瓦路瓦路，快点啦！咻咻咻，我要用超快太空的速度画喽。嗯。哇哦，蛋糕配上笑脸的卡片，真的很有意思哦。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小玉奶奶请我帮忙做30个爱心蛋糕，我呢就忙着烤蛋糕，孩子们忙着比赛。第一个比赛呢是琪琪瓦路的兔子跳跳比赛，接着呢李宁来了就玩起了太空兔抱球比赛，最后莎拉来了，大家又玩起了画卡片比赛，分别完成了爱心卡片和笑脸卡片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奶奶，你觉得我们黑兔队画得好，还是琪琪和莎拉的白兔队画得好呢？你们一样好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奶奶怕我们伤心，所以都会说一样好。哦，不不不，你们是真的一样好啊，所以你们才能够一起吃一样好吃的蛋糕。耶、yeah! ！我特别为你们多做了一个。让我去跟哥哥他们说可以吃蛋糕咯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在我们要吃蛋糕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有的时候想要比赛一下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
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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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